要归属他乡，透过车窗学会欣赏陌生的月亮。总有些话忍不住多想，尤其那句你不用太担心，尽管去闯荡。我敢走向前方，他怎么这么久，会不会有什么事儿？刚才我要是跟他一起进去就好，你们俩别瞎想，不会有事儿。要是有事儿，四妹早给我们打电话了。随风荡漾，但凭着你的光，哎，出来了，就不会慌张。别害怕岁月会让人偶尔天各一方，想念的人总还会再遇上。来吃饭了。不用叫二姨吗？啊，妈在里面看电视呢。自从马叔走了以后啊，她就喜欢一个人待着。要不我还是去问问。我去，你们吃你们的。给孩子盛碗汤。妈，出来坐会儿呗，不吃饭聊聊天也行，难得今天人这么齐。哎呀，你们年轻人在那儿聊呢，我瞎掺和什么呀？还非得，哎呀，凑齐一桌人这合家欢呢，又不是演电视剧呢。都叫你这来呢！哎呀，这，你别影响我看剧。我坐这儿，我能听见你们说话。琪琪，看看是谁？哦，我是。小琪，快进来！我来。谁来了？一成来了。一成来了。哎呦！哎，一成来了。哎，星宇。一成，哎，二姨，哎，二姨好，身体怎么样？最近挺好的，来，坐下来一起吃饭吧。好，就来蹭饭了。你这怎么来了？星宇没准备你的饭啊？那正好啊，您那份我吃。二姨，哎，我来的时候拿了些水果，到时候你和星宇全吃完，别给他留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做完这胃部手术以后，吃不下东西，真的是。哎呦，所以你以后人来了就行，你别带这带那的。别，我看以后人也不用来了，真的。哎，你们这弟兄俩是要干什么啊？是啊，阴阳怪气的。你呀，少装无辜啊！我问你啊，四美的事儿你是不是没管？用得着我管吗？医院有医院的政策。再说了，现在不得好好的吗？那七成刚出院了吗？嗯，出来，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，四美照顾得很周到，那恢复得很快。你呀，就粉饰问题。那四美真要去了，这医院真把四美放进去，让她陪齐成刚，你怎么办？医院是你开的，你说进就能进。我看这问题的根源呢，就在那齐成刚那儿，对吧？你说咱们就应该把问题在源头就消灭掉，他可不是一次作怪了吧？自作自受，还拖累我们家四美。